你喜欢唱歌吗？你超爱跳舞的吗？你也可以成为乐舞达人哦。由东莞处主办的2010年舞动东海岸乐舞达人竞赛以及培训，将在10月2号、10月3号进行初赛，而且将分为两个组别，有传统歌舞组以及创新组，两组人数不同。传统歌舞组可报名1到18人，而创新组则是1到4人。欢迎有自信，敢表演，只要你敢秀，不论什么样的才艺都可以报名参加，奖金最高30000块，欢迎你踊跃报名，报名截止日在9月30号以前，心动不如马上打电话喽，相关报名资讯请洽行乐传播。